乐圈错综复杂，也不时的在更新换代中，每日的新鲜击打着我们的思绪，每日的热度不断，我们时常也有些许的谈论于言语之中。鹿晗现在的流量小生小鲜肉，因为深得广大的女孩子的喜爱，自然而然关注度也就高了。其实鹿晗看起来很年轻的，但也是28岁的男人了。之前就有他的消息称他会在今年结婚，那么在下一岁之前，关晓彤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些什么了？其实他刚开始公度恋情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在意，只是脱粉的人有点多。不过在这一年看来，鹿晗的动作和进展还是蛮快的呀。他们去年公布恋情合拍甜蜜暴击，现今已经热播了。无论这部剧怎么样，或者脱粉多少，一路走来多少人，但是不可推卸的事实是他们俩已经走在了一起，而且关系还不错。虽然一直以来不怎么被看好，但是恋情发展稳定，而且众所周知，鹿晗是非常宠关晓彤的。什么为了宣传新剧都是假的，不攻自破。根据关晓彤所说，他们见面的次数也不多，都有自己的工作，一周2-3次吧，不过也够了。但是经常会去探班的鹿晗怎么说，能这么在心的暖男也不多吧。换方面说，鹿晗为了终身大事也是比较卖力了，毕竟时间不多了。鹿晗是一个歌手出道的，回国还有几部音乐作品，现在是鲜有了，很少，不太符合他的初衷。并且这么些年他来回于奔跑的兄弟、短暂娱乐大片场或是一些综艺上的节目，通过努力，鹿晗的迷妹很多的，人气也是日渐的上升。不过和以前的他不一样了，或许是大家的看法，或许是自己的决定，追寻当初的梦想，依然在微博上发表文章，报道出自己的一个喜事，那就是去掉所有的标签，作为一个纯粹的歌手，在舞台上展现最真的自己，可以说是回归到当初的自己了。不知多少粉丝因此而开心的不得了呢。鹿晗是歌手出道的，他所做出的决定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吧，而且应该做出一点行动，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态度。那么现在的他将会以一名歌手的身份去开各种演唱会，凭借他现在的名气，只要他用心用真情来唱好每一首歌，那么他的演唱会的票都预定没了吧，那么他给我们的期待就会更多。